通宵自律在网吧包厢睡醒了，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是下午的2:56，马上3点了。今天定了个2点的那种，2点的闹钟，又怕睡过去了，不然车老师下班也过户不了了。哎呦，现在还是有点困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现在准备过去了，好吧，要过去早把车停了。哎，实在太麻烦了。哎呦，阴天阴天啊！哎呦，今天没太阳。哎呀，去洗漱一下。哎呦。自律的人还是挺多的。然后今天该说不说的发型还行啊，兄弟们。今天的话就光洗个脸吧，洗头的话还得等干了，太浪费事了。今天稍微试一下，买提车回来再洗吧，好吧。洗把脸。现在出发了。好家伙，两千500，全款拿下，兄弟们啊！该说不说的，内饰差了点，好吧？这内饰到时候重新砸了重修。这个车的话，后排还能放倒，回去再鼓捣吧，好吧？捡这个东西就拆下来了，不要了，好吧？这个座椅的话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等会儿再弄吧，好吧？回去鼓捣鼓捣，很完美啊。这是那个250的。就这个。第一个就250，不用看了。办完了，先拿了连牌，因为牌没出来嘛。本来想选那个250了，我一看133那个 S 嘛，又钥匙呢，那个 S 像3嘛，然后就选了那个133嘛，先拿钥匙。解锁还是电子的了，哟，还带劲。哎呀，完美小车，兄弟们。现在车已经挺好的，刚才我鼓捣了鼓捣，然后把两边座椅都放倒了，我刚才躺了一下，稍微有一点点深不可退，稍微有一点点，然后吧，这样，我想了想，如果睡觉的话，就把前座椅再上前推推嘛，稍微上前推推，这边有一个落差，到时候垫几个泡沫或者木板，好吧，然后贴个大木板，然后直接瓶盖过来，这个东西也能拆下来，看看到时候就用螺丝把它拧下来吧，就不要了，这全部都拆下来，座椅再上前，这个拆下来的话，上座椅还能上前推推，很完美啊，布置起来很完美，我感觉跟那个北斗星差不多，这空间还行，好吧。2500还有性价比啊，这个车也省油，到时候还能去西藏了，全国都各去，带我去更多的地方吧，花极少的钱，把买那个叫还有说买五菱宏光7000-8000，北斗星也得7000-8000，把那钱省出来是吧，咱开着他小破车去全国自恋，那不正好吗，正好省下的钱正好完成我的梦想，对不对，好吧。牌子的话就明天就挂了，好吧，现在这个小破车已经开好了，我在想要不要自己把漆全部刮了，自己喷个漆，喷个粉色的，好吧，员工也给他拍手，喷个粉色应该还行，这个车我觉得，好吧，行，
现在也不鼓捣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咱去自律了，好吧？车的事明天再说了，好吧？自律最为重要啊！走，出发。